玉婷帮我们头号粉丝侯友宜市长来为我们签上名字。专门在做文物保护的那个团体，然后他们就是有联络上我，奖牌的可能保存会教我怎么做，然后会帮我。我昨天文发出来之后，其实蛮多选手说他们也需要，对，所以不仅是我有这个需求，大家也有很多这个需求，所以我到时候也会跟他们分享。玉婷有说要把奖牌拿去镀膜，那您有把其他奖牌也拿去镀膜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奖牌都有一个盒子装着，所以其实。在比完赛，其实就收在盒子里面，不会特别拿出来了。